现年53岁的师弟陈豪最近忙紧在内地拍剧，蛇都被当地的粉丝偶遇。日前就有网民表示在杭州偶遇陈豪，还分享了几张陈豪的动图和合照。相入面可以见到陈豪现身在一间咖啡小店，除了同粉丝亲切合照，又同同行的 friend 一起看手机，在度查紧啲唔知咩咁，就好像普通市民一样，真系好贴地啊！过往陈豪在疫情期间为了确保屋企人的健康，曾经试过住在露台起居饮食，绝对是绝种好男人啊！